嗰晚唔係發夢，係真噶。喺呢十五分鐘入邊，我會不停咁觀察你，萬一有啲咩事，會打翻你出嚟。喺呢個記憶入邊，你夠運動，用心去感受。人。如果连自己的记忆都不可以信，还可以信些什么？十五年前的事不要再查了，没必要查下去，不需要了。情感可以救人，同时间情感也都可以杀人。如果你要控制一个人，就会由他的情感落手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只是想要个真相，估唔到都咁难。不如我问翻你，如果个真相带唔到俾你幸福，你会点啊？